黑芝麻的，好多黑芝麻馅。青团。Hello， 今天依然吃的是许阿姨的青团。上次吃一次，然后觉得很好吃，我这次就又买了。上锅蒸了一下，一整颗的咸蛋黄。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很香，然后皮也不会很甜，就是一点点微微的甜。青团，这个是乳酪芝士的，好好吃，就有点噎紧。这个是黑芝麻的，有点像是黑芝麻汤圆。